各位劳务的选民，我是何启文，那么也担任了文东美丽区中原书记了。那么这次，那么我受到党中央以及呢国政的委托呢，而这次要转换那个跑道了。那么从州，那么现在将竞选劳务的国会议事，那这方面我恳求劳务的选民呢，那么能够给小弟这个全力的支持呢，来为你们服务。那么深信呢，在过去的世界呢，那么在文东，那么担任了2届普通的州议员，2届这个州行政员。那么我深信呢，各位，那么在我过去在这个政府方面，那么我也是在管理地方政府、环境以及卫生这3个领域方面的，那么希望也能够给予劳务的人民，那么在各领域方面能够协助大家，那么使到呢劳务这个城镇呢将是一个在发展，在服务方面以及呢在各项的福利方面，那么都能够做得更好。谢谢。